请观赏《戏说乾隆》。都轿子不坐，走！哎呦，到浙江几千里呢，有的走喽，非得走成个大脚婆娘呢。大脚婆娘？哎，我还第一次听人这么说我哎。嘿嘿，大脚婆娘可不能随便讲啊。哎，这个朱洪武，为了大脚婆娘抱个西瓜灯笼，把全巷子的人都杀了。啊，大脚婆娘不能抱西瓜？哎，朱洪武啊，怕人家说马皇后的脚大。再者呢，马皇后是淮河西边的人，所以啊，淮西夫人郝大脚就犯了朱洪武的忌讳了。嗯，那淮西夫人为什么会脚大呢？哎呀，跟咱们一样嘛，干苦活干的嘛。你看前面三匹马怎么往回跑啊？啊！呀！呀！呀！先走，我们待会儿再来啊！呀，啊，走！啊，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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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去，走。他们全出去了，不在呀。不巧，四爷是特为此而来的，很远呢。有什么事儿吗，四爷？没事儿，就说四爷出京几天了，特别赶来告别的。嗯，哦，走了。他们上哪儿去了呢？几百颗人头落地，几百户人家家破人亡。江心，你好好想一想，决定在你。水啊！啊！来，哎呀！
马些蹄子，人些脚。哎，喝口凉水，撒泡尿啊！顺风撒尿，逆风拉屎，闻不到臭，沾不到水。哎，贾六，嗯，晨曦这一路上啊，唱啊跳啊，挺乐的啊。哎，骚着呢，咯噔噔啊，蹭噔噔噔啊。哎，不是说旅游，是说在床上。哎，这么快哟。听嘞，竖起个耳朵听，扑通通，扑通通，是俺的心儿蹦。春喜天气见到了西南官，要说一声啊，俺要是不答应，你也东方入不成。你要俺的人，嗨呦呦，呀呦呦，就中了我一生。啊，炸炸炸！红蜡吹了灯，捏着红蜡吹了灯，放下罗帐嘞。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哎，干什么呀？哎，打苍蝇，打苍蝇，你不如啊！哎，贾六，你可别忘了，咱们俩还有大饼在我手上呢。大饼啊！你说上回来看见我们收红包的事啊？是啊，我们要分他一份，他还不要呢。我告诉你，他不会放过我们的，要小心，指不定在哪个节骨眼上。哎，是不是上次海淀那个案子啊？八九啊！哎，竞拍的案子不就那桩吗？活该，他去死吧！咱们俩就是没出息，胆小鬼。啊？怎么讲？哎。你看，大官大商，搞贪污，搞工程，搞合法吞钱，搞利益输送，都搞老鼻子了。可是呢，冠冕堂皇，为国为民，哪像我们两个，收几个钱，走到这荒郊野外，还能想起这个倒霉事儿来。哎，我们是在宫里的，皇上眼前可不能乱来的。上回皇上说，韩非子防八奸，防八奸呢，就是暗指我们两个。哎，宫里照干，远处不说，就说大明朝啊。什么王振、刘瑾，还有那个魏忠贤啊，哪个不是薛海啦？不过咱俩不行啊。啊？怎么讲啊？人家是好色胆小，咱们是好财胆小啊。嗯，不光是胆小，还有不会弄钱，真够蠢哦。嗯。哎，光天化日，咱俩谈这些好像对不起天地山川呢。哎，我还真有点觉得心寒寒的。下来，嗯，好。来，对天地山川一跪。嗯，罪过老天。嗯，凉风起天末，君子亦如何？鸿雁几时到？江湖秋水多。江湖秋水多，四爷喜欢杜甫啊。曹大人，臣在。这趟下江南两件大事儿，你怎么想？这，四爷，臣以为海宁唐公、海宁陈家都是难事。难？难。查功臣办贪污也难吗？请恕臣直言说。
贪污是人性啊。人性？是。贪污是人性？是。臣想过，朝代无大小，功臣无大小，什么时候是绝对没人贪污的呢？人可能在学着营造的时候，或者学着管理的时候，已经学着贪污了。有人做官，有的人行商，有人问事，有人执法，心底里就只有一个目的，贪污。我们中国人教了几千年的知廉耻，知廉耻，也不仅是中国人，中外皆然。哦，中国贪污稍多而已。这什么话？这什么话？贪污案子不用查了？哎，贪污案子不查，会出大事啊，皇上。什么？什么大事？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嘛。哦，贪污成风，十足亡国，史书上是明明白白的。哼，史书。前朝大明开国，贪污60两的砍头。到了晚明，贪污有几万万个60两的也大有人在，于是亡国。贪污30两的我就砍，到海宁再说。到海宁再说。皇上有这个心，就一定能匡正风气，缓和民心积怨。怨，江心的怨比谁都深，是几十唐宫的怨，几千老百姓的怨，东南半边天的怨。这趟江南不能白下的。没有，没有，他都飞了吗？每一个人都问了没有？都问了，挨个的问呢，都说没见人进过这房子，也没人见什么名册账本啊。二娘，不能丢的东西，不能。真是的，又不是别的什么，别的什么店里赔吧？赔赔赔上你那养的小猪也不够，这是条人命啊！有那么要紧吗？要紧。养的小猪这么多官商饮业留宿的地方，我们除了用人仔细的选了又选，保了又保，还请了特别的警卫，这闲杂人等想进这房，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你再问再找，有线索100两，有东西1000两，我给。潘爷，二娘，这如果真是这么要紧的东西，会不会有人刻意来偷呢？如果刻意要偷，别说养的小猪，就是太和殿也不能不漏风，是吧？你朝着对手想，谁要这账本名册，他要去干什么？这么想，也许能自个儿捋出个头绪来，比追我们好啊。是个话。管事，管事，刚来的二女一男，他们匆匆的来，匆匆的走，连茶都没喝一口，非常可疑啊。二女一男，啊，他们是什么什么王府的？哦，海王府的。北京有个海王府吗？没听说过，归上登记打哪儿来？浙江。我想着是他们，就是他们。除了他们，谁要你们册子？有头绪就好啊。我来清一下。不用了，下去吧。是，走走走。如果是他们，这儿不能待，得赶紧想个法子。杀江心，回海宁，大家往绝路上走。回海宁？天高皇帝远。如果他们送出册子，朝廷要办，在海宁，总比待在北京被抓要好。在那儿我有道上的兄弟爷们儿，有能窜能打的地界，有海宁陈家。你有这有那，我呢？走。嗯，走。你这一走，我进桥可算是鸡飞蛋打，一场白忙。哎，你能通关呢？上头是你的人，二妹子。那二妹子怎么总在下头呢？几百颗人头落地，几百户人家家破人亡啊！而真该死的只有潘坤跟他后头的大脚啊，革职的、流放的、斩立决、绞杀、寸折、弃市、亲赐自尽，潘坤的死要这么多人替他垫背吗？江心一个人战败了可以奋杀，如果胜券在握，反而要多想想。有你，江心，我不算父母官，可是我待你们
就跟儿女一样，有你。不拿出去，不也好，丢掉，把社会名声丢掉，好事做到底，河里、沟里，哪里都可以，最好点个火烧掉。素婉，你不要讲什么，我懂。素婉，江姐在想邱大人的话。当然，可是我要问，我们告潘官做什么？他克扣剥削，他命好，他压榨侮辱，逃功命贱，他毁了海宁的提防，活该海宁也倒霉，活该镇江被海潮吞掉。这些邱大人不是不知道，谁知道也不如我们唐公自己知道，也不如我们家的孩子跟家里人知道啊。我们上辈子上上辈子就知道。素婉，你就说往上送，送到宫里去了。对呀、啊、送到天下，让天下来评评理呀、啊。素婉，不拿出去不是不用他了，那还等什么呢？收赃受贿的证据在京城，在皇上脚底下，不送上去那还等什么呢？我不懂，江姐你跟我讲啊。是一个潘坤，不能有几百口子家破人亡。谁爱死谁死，谁该死谁死啊！谁叫他们拿了吃了？册子又不是我编的，话不能够这么说呀。就是嘛，素婉。就是什么？就是什么？好人菩萨你做，坏人我来，有我弟，有我送，到刑部，到军机处，到皇上跟前，犯逼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让那么多人给潘坤垫背？不，你只想了一家。你说海宁陈家？对，不是吗？素婉，整个事情的后台是海宁陈家，有陈家的女主潘秀，才有潘坤干的总督。你碰到陈家你就下不了手，因为陈木。对，我跟陈木别人不知道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与神去来了一笔冤债吗？怕动海宁陈家，我们告的什么状呢？而且陈木不是当众发誓走出家门永不回头的吗？我不听，我不听了，这种话你们说了多少遍，把社会名册给我，给我。不能，邱大人的话要当话听。好，我问他，他说不告，我回海宁，回海宁找潘坤讨回血债，走了。哎，素婉，让他一个人想一想。还是听江心的，他做主。不，他听您的，邱大人。好好的一桩事，拿到了社会名册，送到刑部，水落石出。您的几句话，搞乱了这盘棋。孩子，有几句话或许我不该说，可是我要说，我不愿放在心里，放着我会憋死。说嘛。邱大人，您在钱塘海宁那么多年，你怕社会名册里有你的故旧门生，有你的长官，你护着他们，所以你把江心缓了下来。不是啊，素婉，我是看多了血淋淋的人头，听多了妇人跟孩子的嘶嚎，这又是个当口，所以我劝了江心。江心借你的话把心事放了进去，把事情搁了下来，他把海宁陈家真的抄了，真的倒了，死伤一片。陈木不是走出陈家了？血浓于水，江心知道，不要伤在陈木的骨头缝里。状纸上一手遮天，不就指的是陈家吗？不要说这些了，邱大人，
我来是来求您，求您看在几天唐公的份上，去见江心，叫他把名册拿出来呈上去，求您呐，大人。不能。为什么？该由江心，我信得过江心，这个话怎么能由我说呢？你们是一堂的，你们推举他做堂主，你们是姐妹呀。这件事不一样，我的心像裂了一样。我跟唐公，我跟那么多家乡老小，得有个交代啊。江心不交代，我交代。不管江心，我苏婉和潘坤，得有个是非黑白，就算死伤。我走了，烦了您了，邱大人。还是商量着办吧，回去仁和会馆。不。我回海宁。还真是啊，上哪儿去了啊？这苏婉呢，说你要护着海宁陈家，护着陈木，真火了。其实也很自然，可能这么想的不止苏婉一个人吧。江姐。张姐，虽然我不能够赌咒，可是婉，你记住，我亲口对你说的。我同陈木绝不成的，只是都不能断。哎，江姐啊，这受贿的名册你就是打算？事情太大了，当初没有想到。至于怎么处置，不能够由我江信一个人做主。那回海宁，堂公还有大老、长老，就是七堂也有三五个辈分高的老人，都得开个会，听听他们的，他们的年岁、资望，所以。嗨，我知道您说那些人，他们呢、啊？他们都老糊涂了。七堂有你呀、啊，你做主就是了嘛。我怎么做老家伙也无惧于事啊。何况他们之中还有好多有奇怪的心眼啊，你不挑谁挑啊？挑，我挑。这些话告诉苏婉就好了。他能听得进去吗？哎，回来了，他们找你去了。啊，谢谢您的照应。你这……我回海宁，这就走。东西给我。什么东西？那名册肯定在你们手里。是的，没说不在。代价好谈，讲。拿了的，吃了的，吞了的，暗砍的，都是唐公的血泪。代价，人头落地。给我。好香啊，藏在哪里？在官府。名册拿来。出人命了！哎，快报官呐、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报官呐、啊！快去报官呐、啊！快去呀、啊！快呀、啊！收回名册呢？素婉，你听我说，什么都不要说了，我走。哎，素婉。
哟，这雇骡马呀？雇。去哪儿啊？去海宁。海宁？海宁在哪儿啊？是海淀那边吗？是浙江。浙江啊。你行吧？行。哦。苏安，一起走，回海宁。嗯。二奶奶回来了，因为你们丢了东西，现在加强护卫，亡羊补牢，防患未然，万一出了事儿，说一声，人马上就到。谢谢。回来了，问到什么了？去了浙江。前塘海宁？你这么快啊？骡马店说的。怎么个办法，潘爷？走。我们走。我们，我离了京城可哪儿都不惯。非走不可。静桥，这儿待不妥当。不妥当？哼，我看是妥当的很，又是护卫又是打手。去海宁，跟我去海宁。给你热个被窝，睡个觉。说正经的，第一，跟上头联络有你，我放心。再者，钱在海宁，你的上头的周边的，你懂。三，你在上海苏州那边有道上的，必要的时候有个呼应。叫什么来着？狄三。对，狄三。既然你说正经的，我也有两句正经的。说。海宁唐宫的利益，三一三十一，你我陈家，这是老话。当然，怎么少得了你呢？在京城，我人头地面熟；到海宁，我静儿娘子可不能跟你后头，让别人看着说是潘坤带来玩的一个女人。只有夜里床上见。哎呦，怎么会呢？去了那儿住哪儿啊？公主楼。公主楼？小小海宁还有公主楼？哎，海宁出得了皇帝，自然也出得了公主啊。哦。走。走。四爷啊，晌午了，哦，饿了吧？啊，不饿。才怪！要的。好，马前，呀呀呀！哈！急嘛，马上就来啊！店家快点呐！快快，这快不叫快，孙悟空猪八戒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，那才叫快呢！店家汗都流到锅里了。哎，我的汗水可不咸哦。上菜啦！
翡翠韭菜，白玉苦瓜。翡翠白玉啊都不必了，来点油吧。现在啊都实行减肥嘛，大美人儿。减肥呀、啊，减肥！来来来，快吃快吃啊，快吃快吃啊，趁热吃啊。吃菜啊！快吃啊！也噎着了，晚上给你们炖猪脚。好，谢大娘。炖猪脚是什么啊？就是功德圆满，要圆要满嘛，就是圆圆满满。不管谁问，别说我们这伙人来过，可千万千万呐，我给您磕头磕头了。要是让他们那伙人追上了，我们不死也得扒层皮呀。济南呐，不是跟我家里的说过了吗？哎呀，弄不过他们呢。哎，有客来了。这不又有客啊？呀，啊，啊，来来来啊，先把马拴着吧啊！来来来来，来来给我，快吃快吃快吃啊！我们赶路，晚上投宿啊！我给你们下厨啊！来，吃吃吃吃吃。只有一张桌子，我们这儿什么都有，吃点什么？好，不急不急啊，歇着歇着啊。吃吧。哎，我给你换壶水去啊。哎，真姐，坐下。好，路赶好累啊，肚子饿死了。哎，不错，不错。坐。累呀我。多吃点，多吃点啊。哎，吃饱了好赶路啊。不快呀，都得困了。怎么着，得都是拼马，拼马，拼马。快点，快点。哎，这这这。贵人呢？我们快吃完了。慢用慢用。哎，你们去哪儿啊？扬州。扬州好地方，狮子头好吃，天下闻名的。那快点摆一桌吧，我最爱的翡翠韭菜啊。小崽子，小骆子，不会说扬州话，不如不说。那你是？大爷，我们是山东的扬州人呐。是啊。好，慢用慢用，快吃。这伙人像是什么？姐妹吧，走亲戚的，一看啊就是一家子人呢。嗯，保住贾六。去江南织造学手艺的，我以前啊见过这一类的，也不像。哎，我看呢是像还了俗的小尼姑，刚还俗啊才这么甘心。瞎扯。学了学了，来喝水喝水啊，喝水。哎，来喝水。哎呦，来了来了，都躲躲躲起来躲起来啊！什么事儿？快快快啊！没你们事儿，哎，你们吃，你们喝，哎，快快快！快呀！哎，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扔了扔了，走，快快撤撤，继续搜，你们看看，快，快点，你们看看，啊，来来来，看看，你们，看看，你们都在这儿啊？大胡还胡婆呢？不知道。不说，不说，你们倒霉！有话好讲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，没有他们的事儿啊，没有他们的事儿，那就有你的事儿了。胡婆呢？我不知道啊。他们呢？住手！你们在山东，我们在江苏，扯一扯也都是道上的，道上。没有你们怎么走的？打我们没来人，来人呢也不是你们的对手。可是我把话说明了，一不欠钱，二有契约，不偷不抢，你们玩硬的，我胡婆跟你们拼了！大胡，拿着。哎，哈哈哈哈！你想玩刀棍？刀棍是我们玩的，打！别别别！我跟你拼了，得呀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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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哎，脑骨头还挺硬的嘛。脏啊！嘿嘿，小了。哎，怎么样？换点干净的吧。 怎么样？换点干净的吧。妈的！上！哎呦嘿！哎呦我！水脏不能喝，人脏也不能留啊！保证假的，请干净啊！哎！哎呀！小心啊！大爷，就这么眼睛睁着呀！你帮帮手！大爷，就这么眼睛睁着呀！帮帮手！大爷，就这么眼睛睁着呀！哎呦！哎呦！ 哎呦！各位，什么仇恨，什么过节？上来，没你的事儿。哎，你们不觉得旁边有外人在吗？嗯，就这么光天化日之下的，你滚老子的事要你的命！哎呦！哎呦！ 哎呦！你年纪轻轻，什么事不好干，竟敢鱼肉乡民呐！就是嘛！哎呦！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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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走，进去吧。对呀，走走，去吃吧。快整理整理吧。什么好吃？快点吧，还好还救了我吗？四爷，嗯，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？什么人？妓女，去扬州的妓女。妓女？妓女？姑娘们，准备好了没有啊？快上路了啊！对了，我们该走了啊！来，来上路了。谢谢救命，我们走了。哎，你们有空啊，到扬州去玩啊。对呀，对呀，欢迎你们去扬州，真的，真的去风尘里吗？人家何处不风尘呢？有什么不对吗？就是啊，有些人是什么对呀？做什么不好啊？做什么？做官、做商，跟做窑姐都一样。都在风尘。说起来，总有点假正经、假斯文，就是嘛，假斯文，就是嘛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水灾、旱灾，跑反跑乱，没收成、没吃的，你让我们吃什么呢？天不管，地不管，皇帝老子也不管。哦，那我们四爷可以救济你们呢？救济，救济。一层一层剥削下来，真到我们手里，本来一个烧饼就变成一颗芝麻了。就算你是乾隆爷，也只有叹口气啊。好了，我们走了，再次谢谢你们的啊。我们走了，谢谢你们了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哎，菜又来了，菜又来了，谢谢啊。哎，很多人都以为啊，姚姐一定是放荡、邪恶、下贱。哎，不不不不，其实啊，他们跟常人呢、啊、是一样的，有好些好些啊，他们的人品比一般人都好，我们这儿啊见多了。你就说大胡，胡婆他们两口子，其实不姓胡，只是大茶壶。那以后呢，就大胡大胡的了。他们两口子不像戏上书上说的那样，什么凶恶啊、苛毒啊、不顾女孩子死活啊，其实啊，他们跟家人一样处得一样啊。
哎，只不过是一种职业罢了。这职业嘛，什么人都有啊，没有什么高啊低的。济南人、扬州人抢一帮女孩子，来来去去常有的。哦，看搅和的，把你们的时间都给耽误了。哎，没事了。让他们这一说啊，茅塞顿开。这不过像样儿的人也不会去那种地方啊，青楼楚馆。可不，可不哦。为什么不？哎，我说几个你们知道的人物啊，都是些留恋妓院的常客。啊？谁啊？就拿宋朝来说吧，有宋徽宗朱熹、苏东坡、范仲淹、贾似道、晏殊、陆游。不得了哎！哎，四爷气了。生气了？不，没有。那你在看什么？看太和殿看不见的天地。炸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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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到海宁，把所有不利的证据毁的毁，改的改。啊，歇够了，还是赶路吧。过了嘉兴，就是海宁了。一路上，我反复的想了又想。什么？那册子没进官府。没进？素丸说的。进了官府，上头不会不知道。或许找陈家人跟上头说，有名册压下来。嗯，除非潘秀。潘秀。